我喜欢在舞台上唱歌，但如果生活在当时打仗的那个年代，我肯定是一个奋战沙场去战死的一个人。当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刻，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耀。我特别聪明，我偏脑力，我真不行，你杀了我我都背不了这个。我这个脑子智商为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真的不行，你打死我都不会学的。真的，就像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当女人。只要能够吃饱，能够睡好，我其他什么都不用吃。不要抖啊！你不说你能做完吗？做不了了。你给我撑着，是个男人的话，你给我撑着。哎，我不录了，退。我这站我滚蛋。黄涛，我觉得会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经历。